可以没有爱情，但是不能没有音乐。7月23日，给你哈音乐。前阵子因为拍蔡英文竞选广告一戏爆红的舔舌妹，今天意外的怎么出现在马吴竞选总部了？倒戈支持马英九，还主动说要帮忙辅选。那以前怎么会去拍绿营的广告呢？他说那只是工作啦，但是心中的最爱是马总统。1月14号要投马英九。选战倒数8天，抢攻青年选票，马吴竞选总部找来青年籍生投入辅选，但里头竟然出现这一位舔舌妹。还记得他吗？在蔡英文竞选广告里头吃泡面舔舌幸福表情，自然不做作演技，外加水汪汪大眼睛，被网友冠上舔舌妹称号。陈永勋因而爆红，却在选前8天倒戈支持马总统。那个是我前经纪人帮我接的工作，那其实在当下呢，我对工作内容并不是很清楚，我也是到现场才知道的。那是无关政党，对我而言它就是工作。说当初是因为工作逼不得已，舔舌妹直言爱的是马总统，还自告奋勇当举牌女孩。啊，我有看就是马英九他们的辩论会，那其实他的有些理念啊，还有一些政策是我觉得我非常支持的。然后这次是我自己主动 email 到党部来说，我可不可以用我自己的力量来支持马英九。总统大选选情火热，舔舌妹主动出击和马办联络，沾点政治边，用广告主角倒戈噱头，趁机博版面。中央新闻李世健、林波瑜台北报道。